今天给老婆做一个黄豆炖排骨。那这个黄豆的话，它有很多营养，还有排骨，这也是月子餐里面的一种。放点黄豆，你用的太多。用热水泡快一点，前两个你是特地炖的。三八香果没苦的弄了。呀，过来过来过来 ，OK， 没得，没啥苦的弄了。你两个人，谁家你赢我，去喊我。你又要抱我，哎呀，怎么啊？哪个？哎呀，怎么要抱我？咦，你看你这个粉吃不吃？干嘛去？干嘛？吃点粉。在家。呀。哦，这边吃面面。还烫哦，要等一下哦。面面。我。可以了。很浓，太好吃了。黄豆炖排骨，炖猪脚，就是非常好吃的。而且黄豆的营养比较丰富。你们拿条子来。你就拿这碗吃算了。有，黄豆还糯的哈，好吃的，还有点甜的。今天早上泡的。你们拿奶水吧。作业包就你拿那些，泡太迟了，只泡十多分钟。哎呀，清水泡它就。清水奶水还不快的嘛？作业泡这个。嗯。牛子铺蛮贵吧？27块钱一斤。嗯。可能还在涨嘛。真的贵。嗯。它排骨分两种的，一种是贵的，一种便宜的。很弄啊。嗯。嗯。那不是那好的蛮贵啊？那30块钱。嗯，可能你要吧。吃猪牛都吃不起。是。今天给你搞个鸡。鸡。没吃鸡嘛？嗯，换过嘛？换不给也要吃鸡。看我吃饭去。拜拜。